幸福的人天空会想蹲在金针糟糕哟，出处就是江龙镇的三车路，前面就是通往关西的官道啊。讲我，若在你路见识，若无，阮是绝对无法当脱离英文国。你就免阁冤枉。那呢，小弟过世，两位大哥保重。保重。在我弟兄也应该就此分手。咱就一言为定，一言为定。唔免阁再偌久以后，吴兄一定会去皇上府找你。